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，欢迎带来的游戏流程者解说。方舟啊，嘴都瓢了，我的妈！好吧，那咱们现在干嘛呢？我们现在要抓一个比他还厉害点的啊，这个叫地狱极蜥，这家伙赶上地对空导弹了，我去，太狠了！好吧，那咱们现在干嘛呢？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这个蛋啊，下了一个蛋，这一个蛋不够，我去那哪儿去？下蛋的地方，我看看啊。OK， 下蛋的地方这儿，把我传过去，然后把那个谁给招过来，把那个甲龙招过来。甲龙你在哪里 ？F 打头这个吧，甲龙啊，他自己飘起来了，挺好。然后我骑在他身上呗，我骑。哎，我骑着就下来了，这个给我。然后还有什么有用的吗？药，清醒的药。然后就没有什么了，我这些我都给扔了吧啊，扔了。OK， 你啥意思啊？哎，我不骑你，你不下去啊？我骑你你就下去，你啥意思啊 ？OK， 咱们现在干嘛呢？咱们现在把白果子给他，然后呢那个治病的药给他，然后要一个50%的秒熏药，给他吃一个这个，然后开始给他下蛋啊！快点，我需要蛋。哇，他应该下蛋下的挺多的，他那个食量好大呀，19万的血食量啊。OK， 没有了啊，没有了，再给他吃一个回血药，能把他的那个饱腹度给加满。然后他，我不行了，够不这些？我不知道啊，掏吧。完了，我拿不动了，你这啥玩意儿？我捡他屎啊，好像是，那我先回去，不是，我先回去，我先回家。等一会儿，我去，我要憋死了，至于吗？甲龙，那你背我吧。哎，甲龙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行，那你背我吧。OK， 我得把那个粑粑什么的都给那个嘎查吃。嘎查，你搁哪儿呢？嘎查，你在哪儿呢？这东西太多了，我先把大便给他吧。粪便 ，OK， 粪便。咱们现在要抓一个50，这没多少啊，这也。我能走动不？能走动啊，有点费劲。蛋这么沉呢、啊，也是。那蛋扔地下，比我小不了多少。我看看啊，地狱饲料我能做几个现在？做三个不够，还缺啥呀？我看看啊，应该还是缺那个 F 打头的那个蛋的事儿，俩仨，那我再去取去呗，你还得跟我去一趟，就搁脸上呢啊，我懒得走，是不是？下蛋，走，咱俩继续到那下蛋去。我先下来啊，我把蛋给捡了。哎呦我去，够不够啊？骑上他，给把不够应该是啊，应该是不够。然后你大便给他也没用啊，都给我吧。OK， 然后呢，哎呀，我身上东西太多了。嘎查呀，要不你过来啊，我把屎给你啊。哎呦我的妈，这太磨叽了，我这背不动，动就背不动，我还得回家。这样啊，咱们把那个，我看看啊，我能走动是吧？我先去看看啊，好像做一个饲料得需要5个 F 打头的紫色的蛋，那这样的话我需要7个呢。OK， 能做多少做多少先啊。OK， 我看看。做不了是啥？缺胡萝卜，你耍我呢？还得需要那个蛋，然后我这破烂，我破烂都给他吧。啊，这样呗。嘎查呀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把东西给你。嘎查，你搁哪儿呢？嘎查是背着个兜子的啊，哦，搁这儿呢。嘎查呀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我把东西都给你吧。雪消石团是吧？都给你。OK， 然后粪便也给你。OK， 还能装下不？蓝图也给你，都给你。
OK， 可以了吧？这回差不多了啊。咱们弄点胡萝卜。胡萝卜不是挺多吗 ？OK， 胡萝卜在哪儿呢？胡萝卜是这个，有的是啊，100多个，可以。走吧，咱们再抓一个更厉害的啊！哎呀，地狱的蛋。OK， 这样呗。然后这个给你，胡萝卜给你。胡萝卜在哪儿？胡萝卜在这儿呢。KI 做那个饲料啊，一个一个干拉呀，就这么点。F 打头蛋不够啊，还差几个？还差3个。3个的话得需要15个，起码得。行，那就去呗，是吧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这样，我先把它给薅过来，我骑上它，我再去。OK， 然后呢，咱们再去下蛋的水里边。他也磨叽了，快快快！我下来，他下去，没有了吧？啥也没有啊。然后呢，咱们就秒训药给他吃一个，然后开始喂他这个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使劲，使劲吃！下蛋，下蛋。起码得15个是吧？你给他喂100%不用，200%的干嘛呀？都一样的嘛，它只是降低饱腹度而已嘛，不够不？等它这个下去慢了，就是它药效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可以了吗？我缓一会儿啊，缓一会儿氧气。OK OK， 几个啦？19个，够了够了。我去，我也走不动了，我飘上去，我骑上它，然后咱回家，全是屎啊，我的妈，回家。哎，可以回家了。咱们做那个啊饲料，然后咱们去抓去啊。方舟剑我有2只啊，就是秒晕剑。OK， 躲开，哎呦我的妈，大尾巴大害劲儿。我能走吧？能走能走啊，太沉了。这个蛋扔到地上跟我差不多一边高，我得呀，不是也得差不多。OK， 给我做吧，这回好了吧，这回你没啥说的了吧。 OK， 是这个吧？怎么做俩呢？又缺啥呀？缺柠檬，你耍我呢？哎呀，刚才不拿100多个柠檬了吗？柠檬是哪一个？这个是柠檬，拿吧，有的是，8个，100个，149个，走走走走走，咱们前期呀准备的好啊，所以呢不是特别缺东西，你要缺个4-5样看看你就别做了，闹腾死了。OK， 快点快点，这个呗，做，再做俩，行，7个就够其实啊，不过多做出来一个也行，7个够了。好，秒晕剑咱也准备好了，那咱们就带着小鹿去呗，找去呗，抓一个比他等级更高的啊。他已经214级了。小鹿，走，小鹿，咱俩去抓他去。多少来的？77、67是不是？去沙漠。小伙伴说前期太磨叽了，就因为磨叽玩，准备的充分。现在咱们才这么嚣张，是不是啊 ？OK， 我看看啊，77、67，那这个方向啊，一脚油就到了，这儿呗，应该是这附近。哎，哪儿啊？77、67，应该就是这儿啊，我咋没看着呢？77、67，就这儿啊。哎，就这儿啊。这不是这个 APEC 的。哎，刷没了吗？就这附近呢、啊。77、67是这个位置啊。不应该没有啊，放火呢，
哪儿啊？是这儿不？67、77就这儿啊。我听着放火的声了，没看着就是。后边，在后边，哪个后边啊？我记的位置是这儿啊，怎么没看着呢？把它崩死啊！我找不着了。67、77，就这个位置，飞高点就能看着了啊！那么大个地狱恐龙能看不着吗？他就没看着。天神的，我得把他弄死吗？哪儿去了？在边上那个山，这儿吗？没看着啊。我不记道有点儿。没看着。凤凰。APEC 100磁性的，我想要它，我还要那个呢，这个凤凰也好啊，我想要它。那我要不先抓它啊，我不给它整死了。我看 APEC 饲料我有多少啊，那个机器不着急啊，不着急，我都有一个了，我要那个凤凰100多级的。我一会儿干这个，一会儿干那个，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你过来。我先查一查啊，我都有什么饲料啊 ？KI APEC 的有没 ？APEC 的就俩，他的几个？凤凰当然好了，烧铁不也行吗？搁家几个你？需要8个，我你整死我得了！我去的8个，那我回家。挨个抓呀，是不是？凭啥不抓呀？听着没？别动，别动了，别动了。8个，我现在有2个。8个，哎呀，这要抓的东西太多了。APEC 的饲料应该好做一点啊，需要那个优质的肉干好像是。APEC，APEC， 快点，快点。KI， 我看看我能做不 ？APEC 是哪一个？这是地狱的。这是吗？哎，这个是啊，能做6个，哎，那做吧。加班说，我严重怀疑你是故意不抓地狱龙，没看着吗？不是吗？看到凤凰了，还是个雌性的。能做能做啊，太好了，我正好有2支箭啊，一只扎那个凤凰，一只搞那个地狱的那个吉西是吧？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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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慢呢。抓抓抓抓抓！哎呀，前期的努力没有白费啊，小伙伴们，5个，还有一个是吧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啊，这个是吧？我看看啊，确定对，咱就走啊。我看看，7个啊，不是，这个哪个？这个8个。黑派个几个来的？他要8个是吗 ？OK， 我带小鹿去啊，慢慢来，不要着急，是吧？OK， 咱们带小鹿，然后最后传送的地方。OK， 别叫唤，关键了，关键，我得抓2龙呢，现在，是呗？回去啊，剑根本扎，而且好打吗？就搁那儿呢，是吧？那我换一下步枪子弹呢？步枪子弹那个蓝色的没有吗？子弹在哪儿？就1发呀，那我先打看啊，我把它引到那个人迹罕至的地方，搁那儿呢，凤凰，我一箭给它扎了得了。哎呦我的妈，行不行啊？哎呀我的妈，
他离近了确实容易把我烧死。这个距离正好啊，没人能打着我是吧，他还看不着我。对对对对，放技能我就一直揍你。 OK OK， 附近没有什么猎的吧，攻击。没子弹了吗？啊，我没子弹了啊，怎么会呢？我没子弹了，小伙伴们，就剩一颗这个了，他要飞走了。你步枪子弹可以了，可以，我几十发子弹怎么没够呢？我哪弄错了吗？完了，这咋整啊？搁那儿呢。我这一发我打谁去啊？回家求子弹呢？真磨叽，没打着。回家吧，回家吧。啊，我真是服了我。子弹应该有吧，箱里边啊。那个破子弹。打这个凤凰还是够用的啊，打那些大的恐龙不行。子弹有没有啊？我这子弹我上哪搜去、啊、这子弹能做点，做两颗是什么鬼？这个呢做13发，随便不做吧。这子弹怎么搜啊？ TRA 我看看啊，13发就这么点啊，也不够啊。子弹这么少啊，我真是服了我。然后我来点这个剑吧，小伙伴们。这个是也是那麻醉的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子弹在哪儿呢？ TR 我看看。这个步枪子弹安上，然后这个箭头我先换成这个啊，我这舍不得是吧。好，这样OK 准备好，然后呢子弹上膛。 OK， 然后小鹿带我去装换子弹呢啊，换完了啊。 OK， 小鹿快去吧快去吧。哎呀，我吐了，我真是走。长管步枪还带着啊，这够。哪去了凤凰？磨叽磨叽，等会没了，搁这儿呢。你不动不行吗？他要跑。我这附近危险不？搁这儿呢啊，我跟他点啊。你干啥？哎，哪去了？哎呦，转向了。搁那儿呢，那边有个什么玩意儿飞的，我得崩他啊！瞄准，打着了，他要跑，我省点子弹啊，盯着他啊，跟着他。成功的猎人应该屏住呼吸，你别掉二阶 boss 那儿啊！预判一下啊，去，打着了，他应该跑呢，现在我怕碰着他，一个普通的牛龙，我把他干死啊。盯着盯着啊，就搁那儿了，准备。哎呀，我没子弹了，五发子弹了就。哇，你这我太难瞄了，这呀！我去，打着没啊？大哥，你别动了呗！我来见吧。哎我去！这大哥别玩了呗。
飞太快了，我去，我再近点，去，我这瞎子都看着了，我去啊，去，我的个妈，哎呦我这飞的，哎呦我的妈，一点轨迹都没有，我去，落，哎哪去了？哎呀我的妈呀，你这不欺负人吗？我给他崩了得，换子弹呢？子弹没有了，两发子弹，我这，哎呀飞太快了，去，哎呀我的妈，我真服了我。就差离下了，应该是。你也不按套路打呀你！哎呦，我看不着了。你落下来不行吧？哎呦我去！蒙也蒙对了。我去！我剑要没了，再近一点吧。哎呦我去我的妈，哎我的个妈，我去，我疯了，我枪没带，哎呀枪正好没带呀，有没有别的呀？场馆步枪，神枪手啊，是，谢谢夸奖。龙哥，你等着我回家一趟，我去取东西，行吧？我去取东西。你说的容易，他飞多快呢？啊，我真是，我吐了我！你们躲开，你们都是谁呀？你们干嘛呢？你们都过去！我吐了我，场馆步枪带着呗，也行啊，场馆步枪也够呛啊，小伙伴，我跑太快了，别折腾了，你们烦不烦？哪个是这个是好的吗？这个是吧？这个是，这个带着，然后把那个标给安上啊，九发标能够吧？这还有点那个散碎的啊。有病啊！咱们这个稳住啊，稳住！我们都是有身份证的人，是吧？不要急眼。哎，不是这儿，完了，找不着了。啊！我去，我错了。还能干点啥？这应该是家吧？欢迎回家，我去的，我整死你啊！我77、67那附近吧，应该是。好了，我给整丢了，我想差一下就。是这儿不？这个山头我记得是吧，小伙伴们？我搁这说的吗？你给我等着嘛，是不是啊？慢点飞啊！哪儿去了？不是哪儿呢？哎，就搁这儿呢。你个狗！场馆步枪，试一试吧。这个打更慢，这个。别动！去！哎，别！等我一会儿，我换子弹的。倒没倒？倒了。哎呀，我的妈！快！这个饲料，快点 ！KIA，APEG 的啊！对，然后呢，那个秒熏药，快点！秒熏药，200的给他来一个，然后呢，100的给他来一个，是吧？50的再给他来一个，爱多少都给他，快点吧！我都哭了，我去的，125级的等级挺高啊，要不然我能费这个鸟劲吗？起来吧，
旁边别有什么幺蛾子能不能冲出来把我干死了再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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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真是你还对着我拉屎，喂喂喂，你这不讲究了吧，怎么见面对我拉屎，我去拉什么玩意儿，拉的珍珠，哎呦黑珍珠，你摇妈拉黑珍珠什么鬼，你停下来吧行不，搁这停停，嘟，停吧停吧，白珍珠，他是他不下蛋，可是他掉珍珠啊，这个有点狠了，这个187级帅。哎，我给你弄个定位器是吧，咱们细水长流慢慢来，然后你先回家呗，我还得抓那个地狱龙呢，回家回家，你再见，我有两个火凤凰了啊，他怎么是个金色的，我家里那是蓝色的，我刚才来的路上我好像看到了啊，看到什么了，看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的吉西了，我们要抓的那个是他吧，要死了他，别别别别别别别，这帮狗去死去死，他怎么要死了，别打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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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走开你们走开，你们怎么回事，你们走开，坏我好事，走开走开，能抓他们现在，我怕他死了，哎，附近老有点那个奇怪的东西，就滚滚滚，别别别别急眼别急眼别急眼，我是来救你的，我是来坑你的，好，快方舟剑方舟剑快，别别别别别，方舟剑是哪个呀，剑呢剑呢 OR， 哎呦我的妈呀，急死我了，方舟剑就两根啊，就两根，谁打我呢，滚，别急眼别急眼，我剑线上旋上弦，离他近一点，我扑哧我就给他扎倒，去，扎着了扎着了扎着了，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，靠着这儿，别让他急眼，哎呦哎呦我去，吓我一个啊，我的鹿死了，哎呀我200多斤鹿死了，你这个狗我真是服了，我啊我真是，我的小鹿啊，我去，我把它整死啊，要不没事，我还有个鹿啊，鹿在召唤我，哎呀我是吧，快来吧快来吧，还有一个鹿，那个鹿不是特别厉害，对付他应该是够了，可是我得赶快去吧，我得赶快去吧，快快快，沙漠，快点快点快点，那个可别死了，哪儿，是这儿吧，大山头的地方是这儿吧，就这儿就这儿啊，那个剑不他不算我的啊，别告我啊，哎搁那儿呢，啊他没算我的小伙伴，哎你这不赖吗，我还得扎一剑，别动别动啊，就这一剑了，我去，快跑快跑快跑啊，哎呀我去啊，你耍我呢，哎呀我完了，方舟剑没了，哎你这不赖吗，我都跑多远了，完了两个鹿全死了，没了吗，我好像没有了，方舟剑是没了，哎呀我这怎么这么背呀，我呀没有了没有了，不是我要他那个等级老高了，那个我真想给他整死直接，那怎么办呢，小伙伴们先杀个二阶龙，然后整个方舟剑再去抓他去啊，啊我把衣服穿上吧，哎我真是服了，衣服全给我炸坏了，帽子手套胸甲鞋子差个裤子，就裤子全坏了，不穿了。